天新的介绍，然后请到月当主持人，然后月哎，主持人可以开始了。那个主持人可以开始了。我们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请坐请坐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青蛙。那今天来访问一下伟哲，自我介绍一下伟哲。我来自三峡，然后是打野位，我叫伟哲。那你最喜欢什么角色？最喜欢纳克罗斯。为什么？因为很酷。OK， 很酷。那说说你的游戏经历。我经历是打校园联赛，然后就这样。哦，看起来是游戏经历很丰富。那来到电脑你有什么期待或是什么目标吗？希望我自己可以稳定一点，然后可以上场。哦，你肯定可以上场，那么强。好，那你兴趣平常放假都在干嘛？没有。不要骗哦，我看你 IG 都很常出去玩。出去逛逛。OK。平常喜欢出去逛逛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嘛。那你提到自己是三峡人，那三峡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或是美食？金牛角，地方是老街。那你平常有去过吗？或是拜托多讲点什么吧。还好，我也不想去。那你来到电脑还适应吗？适应。跟当初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没什么。好，那你有觉得我们这里谁看起来最难相处吗？第一眼。我蛮难相处。好，跟选手团体生活还适应吗？还可以。不要去点我，我已经不知道想怎么问了。那队伍上谁最照顾你？大家都很照顾你，不要骗。谁？你刚刚不是有说有一位选手特别照顾你吗？谁？花玲。对啊。哦。花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会有个故事吧，就是他可能带你去认识新环境，或是什么之类的。他问我要不要吃宵夜，然后问我洗衣服有没有洗衣球，就这样，反正就是个贴心的学长。那你加入闪电狼之前有最喜欢的职业选手吗？没有。那有目标吗？就是想要跟哪个选手一样强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好，青蛙，他说我就是青蛙。好，谢谢。那你最喜欢的歌手？没有喜欢的。可是我看你平常打牌会听歌，就是放歌都随便听。那有没有随便中的最喜欢的歌？啊！救命啊！没有。好，那最喜欢的 YouTube 跟抖音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忘记。那应该是长得正的小姐姐她都喜欢。那怎么接触传说的呢？看朋友在玩，然后就下载一起玩。好的，那第一支的 main 角是什么？专精的角色？悟空。悟空？为什么？他很帅。OK， 他很帅。这个新人是不是在搞我啊？那你对兰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凶。凶。好，狗哥。没什么印象。他就是个肥宅。好，第二个，花玲。难相处。难相处。金瀚。难相处。月哥很安静。我呢？泰国。什么泰国啊？主持不下去了。那边缘呢？就很边缘。他说就很边缘。那领队七七，好好说话。你如果还要生存的话，人非常好。人非常好。还有很温柔。还有漂亮。 OK， 结束。耶、yeah, ，恭喜！好，所以我就交给你了。你就说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就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
开启小铃铛。